记得哦，什么都不要想，这个会带你看到来自天堂深处的光。我是李依萱，今天是大一新生入学的日子，也是我第一天搬进外宿公寓的日子。女人要享受性爱，绝对不能累。欢迎进入西雅夫人的性爱教室。四面八方的灵界朋友们，请你们现身指引真爱的方向。老天爷，你一定在跟我开玩笑对吧？爱情是因为脑内化学物影响的欲望表现，在心理学上只是反映社交与文化的态度。我要小美人鱼，而你是死鱼，我们分手吧。海水鱼还是淡水鱼啊？资料上说，点碰头可以让女生有感觉。好，我教你轻轻的往里面。两个吗？对不起，我的 MC 又错了。Be a woman, OK？ 介绍给你，月亮杯。阵法碰到月经会怎么样？应该不会招来什么厄运吧？姑娘，也是吗？是你们将我从无尽的寂寞中呼唤出来的，被舌头给噎死了。Oh my baby， 哼！吕氏春娇，请召见。这些真的能够超度春娇吗？这样也可以哦。它坏掉了，再烧一次给我吗？可以长一点吗？你偷拍我，竟然也偏偏碰上我，没有粉丝会支持我，我人生目标已经消失了。首次约会，我算你八折就好了。用钱买快乐，有不对吗？我要的不是这种啊。李怡萱，你恋爱了？单身？是。处男？是。看过 A 片？有。初恋几岁？暗恋算吗？有想着人家打水枪吗？怎么可能？我想我们都被人整了，我还是先离开好了。再见。爱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原因呢？如果不需要原因，你怎么知道你没有爱错人？你这个可爱小东西就是太聪明了。我是李怡萱的爸爸。干，谁来不接近我？